3, 2, 1. 5年前，每一个乡镇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特色。一开始我们讲到要办马拉松，很多乡亲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田中这么小，是要走去哪里去？好山好水好无聊了。我们把它串联起来以后，有老街，有水郡，有八宝郡廊道，有森林步道，有自行车道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多元的赛道环境，十分的吸引人。一开始要办这个赛事的时候，大家都不知道啥叫马拉松。那对于我们这些长辈啊，村里的人讲到说跑步还要吃东西的时候，那这个对他们而言就有点天方夜谭。我们就举说，就像哎，你阿妈做吼，啊，这顶头来个家，你也宽凉的吼，啊，你也吃水果，你也泡茶吼，去对大家嘛吼，是一个嘛吃不完，啊，这个也是同款。全田中镇的人。大家很高兴啊，好像是我们田中镇在办大喜事一样。像有些城市马拉松里面，因为有封路，所以有时候对跑者不是那么尊重。等红绿灯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一步那种不耐烦那种感觉。当你跑田中马的时候，你整个赛道上全部都是非常的热烈，让你不敢停下来。他们会亲自跑过来，然后一定要跟你击个掌，觉得没有击掌好像不行，是大伙跟你一起喊加油。还有吃到烤乳猪肉，还有整只的那个冰淇淋，然后还有串冰，然后我觉得说，哦，这伙食也太好了吧。最特别的是有槟榔，虽然我不吃槟榔，但是我就觉得，证明就是把你当成是客人一样的招待你。你就会觉得他们是一个大型的部落。每个人都跟你像亲人一样。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，透过这样的活动，让我们找到我们最原始的情感。